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菲利西亚，你呢？我叫焦西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Perumahan Bukit Palem Permai，你呢？我住在Permata Regency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12岁，你在哪里读书？我在有时的时候读书，你呢？你家里有几个人？我也在有时的时候读书，我家里有5个人，你呢？我家里有3个人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再见。